啊，大家好，我是雷霆。那大家知道电脑的硬碟对系统有问题，所以送修了，变成现在只能玩手机游戏。那这是一个叫做 Air Attack 的一个手机游戏，主要就是一个没打任何，就是那个空战的游戏，而且还蛮不错玩的，我觉得。当然是不真实啊，可是这只是游戏嘛，不用讲求太多真实性。喷火，哦，撞到我了，好痛！要吃这个钱。我撞到了，可恶，烧爆他！这个是我看一下，先不要乱买东西好了。我买了，我说不要买，我还按到，真是的。我就觉得这游戏音乐还蛮不错听的。啊，有钱没吃到苦，救命！买这个是有小飞机跟在旁边的，当然了，敌人都是德军，在里面的敌人是德军，就是有点在丑化德国。不过没办法，德国有做出一些过分的事情，所以就不能说什么。想买别的东西，放
checkpoint 检查点，这个是还是比较好的，就这样继续。老朋友坦克。我、哦、在水里还可以射，我把整把桥打掉掉出来。哦，不是。我直接用远程就好了。画面有点乱了，子弹有点难闪，可是多少被 K 到极限。啊，被 K 到了，可恶！死一次了，我死一次了。还可以丢那么多。好了，它爆了，这是大台的飞机。那我因为爆了之后，它扣惩罚，我的小飞机是已经没了。刚刚买的小飞机啊，这边要写，写说刚刚打掉的东西占几趴，有的都是100%打掉，像那个有一些飞机可能有几台没打掉的，就是有的是86%、87%、91%这样。那进入下一个，都没有我要的那个，不是在想升级这个。按错了，我升到，可恶，算了，升了就升了，我也没办法。哦，坦克工厂，哎、欸，会追踪的飞弹，飞弹，它是会追踪是不是？我被飞弹炸到了，被追踪，无血。哇，血有点少。已经死就死一次了。
出轨吧，火车，这是德军的武装火车吗？我现在有三条命，结果点忘记怎么打这一关。因为我这个游戏我之前有这样玩过一下。哦，不要被那个打到，那个很痛。要抓节奏。那被那个红色打到，我记得好像是一级就爆了。我之前玩的经验是这样。然后还没有我想买的东西，我想买一个什么小炮塔，会帮我自己打的小炮塔。啊，撞到了，撞到真的超亏的。因为这是有电流的，不能碰到电流就电流。移动到这里，然后炮塔，移动，啊，被打到了。算了，先用远程的好了，现在看起来比较适合用远程的。是专门垫飞机用的，剩两条命了，目前。啊，被电到了，对。无血。对啊，这个哎，我想买的东西还是没有。接下来这边有房子可以炸，有船，有船，哇，好多飞弹呢！不要打我！那台船是还没烂，我还以为他那台船爆了，原来他还没爆。下雨了，这个东东，基洛夫空姐。
要用远程的比较好。好痛！可我把这个整体，他放个什么雷电球，我就远程的吧。一个引擎坏掉了，他还有两个，那德军的大飞船，长得有够奇怪的。那就是根据等级，这个游戏也不用奢求太多，好多钱。好啊，还有下一关是 checkpoint， 这个。好吧，都没有我要买的 Extra Life， 我买一下命好了。还有这个是什么小飞机吗？飞弹，小飞机买一个好了。主要以闪避为主。哇，这个节奏好快！快撞到了！哇，我死了，无所事，他那个不死的，都撞到了，烦死啊！撞到了，生死条命。补血，我有补血的，中到了。这个我要买这个，帮我打的小炮塔。那接着可以来买一些，像是命的话已经有买了嘛，火力增强。因为飞机的血变得蛮厚的，比较不好打。还有飞碟，我的天，又死掉一次。德军飞碟。
哇，这个飞机起来后，后座机枪手还可以再升级。然后枪再升级一次，啊，这是武王吗？靠！这个炮的血多厚呢？我打到红色他就要哭血，还你会喷火？技术有点不太好。哦，他那个东西好痛。还有两条命而已。啊，被弄死了，可以。好了，这样是结束了，最后一条命撑下来了。啊，那差不多打完这个应该是网了，就结束了吧。对，结束了。那如果再按 continue 的话呢，它只是会让我们回到那个，记得如果按 continue， 它就只会让我们继续打这种，就是让以你现在的等级去打，对，会去打回去打原来的这样子。好，那接下来大概今天这样，实况到这边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希望大家这个游戏有兴趣啊，就一个还不错玩的空战的游戏啊。好，那谢谢收看了。那我大概3天后也才会修好吧，修好之后我就会开始会去做一些影片，战斗世界的影片。好。